是陈伟霆的生日，众多粉丝从各地赶来为他庆生。他也在微博晒出与粉丝合影，并写道在心里。同时他还晒出粉丝送他的最特别的礼物——公益应援简报版，也感谢粉丝一直以来的支持。据悉，陈伟霆生日当天正在北京赶拍电视剧，当他手捧鲜花出现在粉丝群，立即引得粉丝尖叫不断。而他跟大家打了招呼后，竟然直接开吃，拿起一个蛋糕笑问：“可以吃吗？”这一可爱举动完全像朋友聊天。而看到粉丝摆了一桌子各式各样的生日蛋糕，几乎生日快乐，他却开玩笑说：“你们祝我生日快乐，千万不要写我的岁数在上面。”这世界很酷。